那么这是很简单的，啊，说环境，啊，说的受量光明，这是一切诸法之相，叫法相。然则执行于心里，权掌于自信，这两句话讲得很深。啊，相从哪里来的？相由心生。啊，这是佛在经论里头讲的很多，啊，讲的很普遍。相由心生。可是这句话，我们现在看古来的这些人，啊，这些著述，他们确实懂得，啊，也讲清楚了，可是我们不懂。啊，我学佛60年了，老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我就走这条路子。啊，一天没有离开经教，有时间就跟大家分享，啊，乐此不疲，没有道场，啊，强的马长老知道我，他在台湾住在我那个小道场，不能跟他的道场比，啊，差太多了。啊，可是我们小道场说就是做佛陀教育的事业，啊，我们发心把这个小地方造成全世界佛教的后勤单位、补给单位，啊，我们大量的印送经书送给全世界，啊，也委托别人呢，这个经像这个南传巴利文的大藏经我们印过，啊，藏文经典也印过，啊，你把原本交给我们，这个印经的费用我们来筹备，啊，有足够的基金印出来之后送给你们，啊，我们做这个事情，啊。